磨蹭蹭的，都这么久才来。是他吗？是的，小姐，他就是您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瑞雪。我今天生日，买了蛋糕，所以晚了。妈，我们走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哎呦，儿子，你选的这家餐厅环境不错呀。这可是星级餐厅，当然好了。星级啊，嫂子就过个生日而已，没必要到这么贵的餐厅吃饭吧。就是，这不浪费钱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是为了他嘛。今天带你们来这儿吃饭啊，是因为有别的喜事儿。我找到工作了，夏氏集团。哎呀，真的吗？就是那个最大的科技公司夏氏？当然是真的了，难道还不信我？我儿子这么优秀，进个夏氏集团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也没个孩子，在家游手好闲的？妈，我在家也是为了照顾你们啊，我怎么就有……我妈就说你两句，你顶什么嘴啊？没大没小。来，妈，别跟他一般计较，先点菜吧。来个麻辣水煮鱼，辣子鸡丁，再来份剁椒鱼头。哎呦，我还要份麻婆豆腐，